放弃。看这些机车多大。不是，拉下来，拉下来。哎，不能放。没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刚才我看到保安都被人放倒了，压的趴到地上，被制服过的保安。很危险，所以我们不要出去。这种事不要好奇，万一妈的被人家干一下。他这是没有检查到吗？他这里检查很松。我们应该打911。在山那里搞这个，很好。你的那个电瓶车很害怕，等一下那个风，就是说，躲在后面。